三八妇女节的由来。三八妇女节又称国际妇女节，时间在每年的3月8日，作为一个纪念女性运动而设立的节日。国际妇女节起源于欧美国家。1857年3月8日，纽约的纺织厂女工为了表示对恶劣的工作条件以及低廉的薪酬表示不满，纷纷走上街头联合抗议，并且此举持续了多年。到了1917年3月8日，俄国彼得格勒女工响应布尔什维克的号召，也举行了示威游行。1921年9月，第二届国际共产主义妇女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决定把每年的3月8日定为国际劳动妇女节，从此妇女们便有了自己的节日。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女性节日，国际妇女节表现了国际社会对女性的尊重以及女性地位的提高。